富士新推复古奢华风入门幻境机 XT100。 富士最新带来了一台可谓融合了旗下 XA5 和 XT20 特制的入门级新相机 XT100。 这台 APS-C 无反幻境机有着前者的91.PDAF 系统和摄影能力，同时也有后者的 LED 电子观景器和侧翻式触控 LCD 屏幕。作为相机 XT100 用上 24MP CMOS 支持，ISO 200 ISO 12800能录影最高半小时的 4K15P 或 1080P59.94P 视频，也有蓝牙和 Wi-Fi 无线传输能力。好了，4K15P 的用途其实比较像是松下家的 4K 相片拍摄，以类似视频的方式来让使用者捕捉精彩时刻。 Fujifilm XT100 将会在6月于海外上市，净机身定价$600，连Fujinon XC15-45 f3.5-5.6 镜头套套则为$700。对了，下单的时候千万别跟同门的便携相机 X100T 搞混啊。